欢迎 ITTF 世界联队参加乒乓比赛，这也是历史上第一次，而且你们也取得了2胜2负的成绩。So you guys all played very well today, and first of all, we'd like to welcome all of you to attend the Chinese Super League. This is like the first time in history that you guys have this international professional team to participate in the event. And you guys already won like 2 matches. It's very impressive. Congratulations. 赛事重启之后，他们留在中国训练，在成都。所以李准主教练把他们照顾得还好吧。How's your training in Chengdu after the restart event? We have our women's head coach here taking care of you. Are you guys okay in Chengdu and how's the training? Very good. 应该来说比赛的效果看上去还是有一些进步。Yeah, as we can see from the matches, you guys are making very good progress with the training. 而且乒超联赛这几天有很多的消息，有很多的球迷粉丝，除了关注中国球员之外，也非常关注这支世界职业联队。And your matches are very much like followed by the fans over the social media. You guys have a lot of attention from the fans and audience. It's very impressive. 包括你们的准备会，用3种语言、7种语言公开一个准备会，我觉得还是非常感动。作为这个第二组的妈妈，几个这种教练，大家能够团结一致，我觉得这体现世界乒乓球一家亲。And also, you guys have been doing a great job with all the coaches using 3 different languages to do the preparation meetings, and it really shows how table tennis can unite us as a family. So, very good, very impressive. 希望你们继续加油努力，能够打进前4名。给世界更多人一些信心和希望。And we really hope that you guys keep on the good performance and make it into the second stage as the top 4 teams to like bring hope into the World Cup community. 都这么开心是有信心还是有把握？ Do you have the confidence to go into the second stage? 那个迪亚兹的爸爸有信心说我们争取打进决赛。Well, first of all, I would just like to say that it is such an honor to be here. I'm so proud of this team. I feel like we all support each other so much. You know, we can go to each other for any problems or tough moments. And I just really hope that we can come together and fight our hardest and make it to the finals. Go team Paul.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the opportunity. We are very happy with this. This is a dream for us. And Mr. Lee also is a gentleman with us. Thank you very much. 好，谢谢大家，那一起照个相吧。可以。往哪边照？往那边照。往这边照，这边能照。好。好。打进前四，增加收视率有奖金啊。这两个都是最关心的。好。好。谢谢。就是怎么会想起把这样一支外协会的这个运动队，然后来加入到我们的乒乓这个行列当中？我觉得这也向世界这种展示，是吧？这个中国乒乓球的大门是开放的，是吧？这个我们也提出一个这个理念，几年前也说过，是吧？中国乒乓世界共享，是吧？作为这个乒乓大国，我们也有责任、有义务，除了自己获得冠军之外，把让这个世界乒乓球的这个项目推动和影响，所以这也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因为
这个国际赛事重启之后，啊，这一批运动员他们非常渴望能够留在中国训练，啊，参加了训练之后，他们又非常想能够参与到乒超，我觉得这是个好事，这对乒超的品牌和对世界的这种宣传，包括以及给更多的球迷、粉丝能够看到跟外国选手和协会来对抗，还有一个就是可以给我们年轻的球员增加一些国际球员对抗的这种机会。这几天下来感觉这个效果怎么样？我觉得还是不错，从这个球迷的反应，从球员的反应，包括国家队教练的反应，觉得他们的融入给乒超带来了一些活力，更多的一些文化的这种输出，是吧？对乒乓球的这种理解，包括他们在成都一起封闭训练，他们非常珍惜这样的机会，其实也在带动和促进我们的年轻队员把握好这个平台，好好珍惜当下的这种机会，怎么训练，怎么比赛，我觉得体现世界乒乓球一家亲，大家为了这项运动来共同推进。我觉得这也不是第一次取消比赛了，这个今年一年里面一直在取消，一直在推迟，只有我们的这个中国赛事泡泡是吧？八个月之后开始重启，所以我现在看来就是这个国际赛事重启还是得益于我们国家抗疫的这种成功，防疫的这种成功，才能够让这个国际赛事重启，让世界乒乓球选手看到希望，看到未来。但是这个世乒赛的这个取消，我觉得也在这个意料之中，因为已经推迟了三次了，这个取消取消完之后，我想我们更多的是要做一些应变，怎么能够把后边的训练比赛这个安排好，因为毕竟我们还要全力以赴冲击明年的东京奥运会，这才是重中之重。不管什么比赛取消都不影响我们备战的节奏，我们将会安排更科学的训练比赛和一些把这个节奏控制好。那么在昨天得到这个消息之后，作为这个协会来说，有没有一些相应的这个应变措施？其实我们一直做着几种方案一种是正常比赛我们按什么节奏，还有一种如果说没有按正常比赛取消了之后我们用什么样的训练，但是不影响我们的冬训我们的冬训还是要全力以赴备战，因为我们备战的不仅仅是釜山的世乒赛，更重要的我们备战的是七月份的东京奥运会，所以还有半年的时间里面，我们一定会抓住这个时间在这个把基本的这个东西准备好老球员怎么延长他们的运动寿命，保持竞技状态这个年轻的选手怎么给他们更多的环境空间，能够让他们提升得更快一些。但是世乒赛取消了之后，少了一个大赛的这种舞台和平台来去检验这些年轻队员，所以这个可能是留给我们这一阶段里边马上想办法去填充的，用什么样的比赛，用什么样的手段能够把世乒赛这个取消这个损失能够让年轻运动员通过更多的有意义的比赛和交流，然后让他们的心智和经验能够在明年东京奥运会上七月份取得最好的成绩。